装代言人张欣怡，很开心来武汉。这样的一个把超市和放松打卡的相关的网红直播区，因为今天真的武汉特别热，大家注意防暑，好不好？他是谁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掌声有请太平鸟武汉品牌代言人张欣怡。三十太平鸟武汉旗舰店的开幕和太平鸟合作的期间，自己也会收获很多，每一次拍摄呀，不同的衣服我都能看到不一样的自己。那么此次武汉太平鸟品牌旗舰店揭幕剪彩仪式正式圆满里程再次感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欣怡，很开心来到三十太平鸟直播间。当然一般一说到武汉第一反应就是然后今天确实大家都很热情，包括大家会说武汉的热干面，然后也想要尝试一下。来，我们先是这个罗岗，现在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地方，你不知道看过岛的就是武汉的早餐，因为我昨天已经问了武汉人这个问题。care about all those things that you care, then I'm not